这个怎么弄？就逛一下，不是？对啊，对。人生第一次，浪费了不少篇幅在这上面。我们现在录了2分50秒。哎、欸，这个也是很多人第一次的经验啊，我也是第一次啊。这样可以吗？天线宝宝。11206号雷念恩选手，而且看到没有？这是什么？这个地方有看到？这通常都是高阶选手站的位置。我们到这里面就好。接下来穿鞋的小雷，左边进右边，不是啊？不是吗？反过来，哦，这是要反过来的。为什么不能用什么手环之类就好？你干嘛搞这么复杂？因为你要鞋子它比较好感应啊，地垫对，比较。我、哦、还是地板的哦，要踩要踩那个、哦。它每个地方都会有记录啊，这样你才不会前面切西瓜。反正我一定会踩到就对了，一定会踩，一定会经过。哦， easy， 非常 easy。哦，左边进右边，右边进左边，然后两个再打叉就可以了。看小好了，就这样。基本上跑马拉松基本的两个人，就是跑马步哦，四个叠起来，跟穿这个这种晶片扣。所以这就跑完了。跑完了，我跑完了，我跑完了，好累。结果你说你知道这两个就好了，应该是这两个。明明就很多东西要准备，然后你就这两个而已。还要准备啊，还要准备什么？对，你要早起啊，要去现场啊，要寄物啊，要尿尿。然后前一天要喝这个，对，那基本上明天早上3:30要起来，那我们也是非常的有点期待，也很紧张，一直在渲染自己的情绪，好了，睡觉了，拜拜，明天见。好，这是一个神秘的小巷子。早啊，早安。现在几点？4:00才出门，啊，上班都没那么早起。对，超冷。我怎么搞自己？真的累。我现在在这边，截录名看。路边有一个阿伯在上厕所。来这边第一件事先工作，先上班，先上班，先上班。要不跳起来？哎、欸，这么庸俗哦！跳。接下来换换这个阿伯的奇怪姿势。他超像阿伯。哦，阿伯第一个姿势。现在我们先到会场，然后等一下其他的好汉们。现在温度几度呢？13度，好冷。哇，相当相当，好多人哦！一起来感受我们台南迷人的。出发出发 ，Go Go Go！好，现在出发的是我们半马的选手。第一次参加马拉松，什么感觉？超多人哎、欸，一堆疯子，一堆疯子。啊，你是不是疯子 ？Yes, I am。有吓到吗？那个人还有，感觉超多嘞。要去排队吗？还是不要跑？没有人嘞、欸。对，超过9:00就要排2个小时了。他已经吃好了，阿汤先走。对，好饿啊！猜拳，我赢的话我们就放弃，就吃一吃。我太难了。小雷抓了就走。非常超小，第一杯抓到空杯。小雷，你要干嘛？干多人呢、欸？你要干嘛？你会踩对尿尿？你要奶进去拍吗？哎、欸，那、欸、不用了、啊。你要跟着2分半的吗？试试看啊、哦！真的吗？试试看，很硬哦。好，那开始要跟哦。早安，早。人生有没有在这个时候跑过步？神经病。第一次吗？第一次清晨的时候。对，对吧？那看起来速度没那么早。哦，后面还有一个饮料，后面还有。谢谢，小雷干杯。再看的，赶快进去吃。我们有豆汁跟卤味。小雷要不要吃？小雷为什么不吃？太恐怖了吧！还吃下去？这真的吃早餐了，我跟你讲。
小莲，你有办法看你现在心率多少吗？167，167哦，那 OK 啊，嗯，还不到180，应该还好啊。脚很痛，脚很痛，左脚右脚？左脚，左脚。RP 一到十，你现在多少？5-6吧，5-6，好。可怜的小雷，没事在跑什么半马？进马槽啊！超酷！准备下水了。哎，转弯区。No。船呢？你是没看过船呀？没有，在跑步的时候看过。好。逛街，散步、哦。干，狗都比你厉害。怎么办？比狗还不如。它四只脚，这两只脚。看他们都超快的，超远的，是你的，漂亮漂亮。小雷会很饿吗？昨很想睡觉，很想睡觉。因为有人昨天打呼太大声。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昨天没有睡好，才会呼那么大声。哦，他们更屌，他们拿旗子。对啊，你拿 GoPro， 他们拿旗子。走，永远忠诚。你还讲，你讲永远忠诚，他们会看着你。你怕我被认同是不是？我免疫啊，靠北。怎么了？雷哥加油！雷哥面有难色，屎要拉出来了，心脏出来了，心脏出来了。你要回火星吗？我好像已经到人生尽头一样，真正的半程马拉松从现在才开始。现在几 K？ 12而已。刚刚很开心哦。发现现在体力烧得快，笑不出来了，也没办法开玩笑了。回家，想回家，想不想离职？有哦，有哦，有哦，哦哦，别穿了，饿了啊，累，看好累。加油，加油！我的电摩波应该到了吧？维他露皮亚喝一个好了，好啊，来喝，好，哇，来。好喝，好爽啊！真棒！来，你就跟着。他在上坡是用剑，你用扫把，用扫把。滑下去，让他跑上来。我的。疯掉了，是你要跑的机车哎、欸，机车。好的，不要哭，给你一个饼干。有没有觉得窝心？有专属补给。像这种这么又臭又长的路，就只有你有饼干吃。我给你家车轮，家华丹家。剩5K，沿路就是一直不断的骗自己，快到快到，哦，
放屁，骗不了。脚超痛，痛哭啊！痛，哪里痛？哪里痛？脚，脚那个足底，好痛。然后好累哦，身体好重，很重，变娘了。感觉还没力，你刚不是吃东西吗？我刚才有鱿鱼超好吃，鱿鱼。我现在有一阵炒蛋，我想吃，我想吃臭豆腐。你现在心想的就是那些炸物，反正就可以撑过，剩下五 K 到终点，只能这样子。我已经没有办法，好累了，但是好累哦。哎、欸，上桥，上桥，上桥了，烦嘞。这个桥跟台北马比起来，应该没什么了。我觉得经过这样子两个小时的一个过程，这个关于跑台北马这个事情，我是不敢再乱讲，不敢乱讲。啊，你不是很有信心，就说一定要的啊，没问题的啊。我怀疑，搞不好你等一下进终点之后，你就觉得台北马很简单。哎呦，不晓得哦，我觉得应该没。好，反正这段先记录下来，等一下进终点之后，我再问你同样的问题。小雷是不是还想要跑年底的台北马？啊，我想他归了呀。好笑容，还有军舰。小雷，摄影机是要跑起来？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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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了。我不需要照片。Really nigga。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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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动力啊、哦！有。直接干完4K 啊、哦！没办法，干、啊！不行，不能，男生不能说不行。为什么没红绿灯呢、啊？红绿灯，路是为你开的，你以为你在跑新一路、啊？对。快到了，老狼。快到了，加油！好啦，等一下。小雷吃饭了，他说：“是啊，你都来了，哦，好喝。”Damn， 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不是在西餐厅，是在这边。就3公里了，谢谢 Jeremy， 辛苦了，真的辛苦了。小雷，还有一 K， 还剩5分钟，就3个小时以内了，要不要再跟一下？走，快点。再跑，再跑，剩几百公尺而已。等一下转个弯就进终点 ，OK 吗？再转一下，再转一下。好，快到了。完全讲不出话，好可怜。好，
同样的问题，还想要再跑台北马吗？不要不跑，不跑，宁死不屈，绝对不跑。真的吗？宁愿离职也都不要跑。阿角公司赞助你，我觉得这是攸关到这个未来人生大事，不能随便答应，不能掉入这陷阱。但你跑之前，你就是好像一派轻松，我跑啊跑啊。不要，这个不知道辛苦，就不要乱讲话。真的、哦，我现在非常 respect 这些，因为等一下他们会问你，小雷还要继续跑全马吗？绝对一律说不。恭喜完赛、哦，人生初半马。成绩不重要，重要是你自在参与。对，真的，我人生真的不会做的事情，参与到就好。心灵的富有啊，真的、哦。心灵的富有，回去可以跟女朋友炫耀。可以。你们这些没有跑过半马的，不要跟我讲话。真的、哦，我。英雄好汉普渡马，万岁！这个开场奇怪。对，就是今天早上啊，我们历经了四个小时的普渡马的马拉松。半马完赛是值得纪念的。对，那其实今天在跑的时候也很疲劳，真的很累。然后一开始觉得说半马应该是个很容易完成，但后来才发现，其实真的没有。那但其实在工作的过程中，也会听到很多的一些跑步的前辈啊，或是一些很厉害的跑者、精英跑者他们，然后他们会分享说，其实可能遇到什么撞墙期，或是在某些时段也会遇到什么心境上的改变。一开始其实不太能理解。然后今天自己这个实际跑的过程中，从一开始，然后到中间10K， 然后 16K 到 19K， 就觉得说，看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那种心境出现，然后觉得说，哇，真的很累，很累，很累。再来还是一个我觉得最最最重要的是，就是所有英雄好汉们，我们所有的朋友，我们所有的同伴，我们能够一起完成这场古都马的半马。那也很感谢 Jeremy， 你们看到那些画面，这都是他拍的。对，那其实在跑的过程中也是会想到很多在这三四个月帮助过我们的一些教练，像齐如教练、世奇教练，然后还有正好教练，像当然像今天其他的好汉们，他们也跑出很好成绩，甚至像我们的 Summer 特派员，对，他跑出了2小时28，很屌耶、2小时28，我的完赛成绩是3小时05分。但是我们不能这样比，因为往上比还有很多更强的人，往后比还有很多值得加油的人，对，还是跟自己比就好。对，可能也不想再跑马拉松了。对，未来这个计划我希望也不要。阿辉，先不要。对，其实我不知道这收尾在收什么，这收尾我觉得收的超奇怪。那我们今天其实吃饭的时候讲超多了，反正你就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嘛，就是今天一整天下来，我觉得总结是马拉松好累，膝盖很痛，好辛苦，脚好痛。下午回来睡觉，睡到脚收紧。但最后完赛成就感跟你拿到奖牌感觉应该是还不错吧？真的差一点，但就差一点，还好没哭，不然到时候又要被剪进来，觉得很烦。但是很感动啦，真的很感动。回去，啊、对，先不要讲总话好了，就觉得是先这样。对，那就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见，拜拜。不是最后一集，应该是还有下一集，没有，没有。应该是这样啊，等一下还有全马、台北马再见。